OK， 咁啊好特別嘅，我哋嘅醒獅咧唔係平時嘅龍虎武師嚟嘅，係，見到啲腳，見到啲腳噶啦，我見到啲腳就知道啦，嚇係嘛 ？OK， 好啊，係啦，我哋睇下佢哋可以做啲咩先，我哋企呢度後邊等佢先，好。好 ，OK， 我哋幾位係啦，醒獅開始。Hello， 你好啊，我是 Debbie 罗仲恩啦，今天很开心啦，嚟到动漫节啦，记得上次咧都系见到你哋嘅，今次咧终于可以揭晓啦，我的角色咧其实是黄玉郎漫画里面英雄十八嘅梁真啊，咁喺里面咧就一个比较巴辣少少嘅太子女啦，咁就系一间报行嘅女嚟嘅，亦都同主角洪十八咧就会有一段。交情啦，其實我成日都鬧佢嘅，成日蝦佢嘅，有少少似以前我睇亂馬二分一嘅時候嘅亂馬同埋小西咯，咁所以我哋就係一個鬥氣專家咁樣咯，係啊。我自己啊，其實咧，我就都好中意黃玉郎啲漫畫嘅，係啦，咁尤其是嚟緊有機會同佢合作啦，咁做了很多 research 的時候呢就知道原來那些漫畫跟中國的功夫其實都很息息相關，所以今次在這個漫畫女郎的活動裡面呢都學識了很多不同的功夫啦，但除了港漫支持之外呢我自己都很喜歡日本的漫畫和西方的漫畫，打擊也是我的至愛啦，現在最喜歡的是Tania 啦，粉紅色頭嗰個啦，真係好多人扮。尤其是我啱啱去一個龍舟活動嘅時候，我又係主持呢個活動啦，係有一架船係全部都扮呢個 Tania 咯，所以我覺得係勁得意、勁可愛啦。我覺得今年嘅動漫節真係好好啊！即係我諗大家都係疫情之後啦，大家都肯出嚟啦。我頭先喺出面嘅時候咧，其實係排隊排到過天橋，都仲未見到龍尾嘅。咁我覺得如果而家可以，譬如書展啦，同埋動漫展啦，都咁開心咁熱鬧嘅時候咧，香港嘅真係翻嚟啦！香港嘅年輕人一代啦，所有嘅經濟啦，都希望大家都可以過嚟玩多啲，出嚟開心啲，過一個開心活潑嘅暑假。我得一个至尊币啫，仲唔即刻去参加至尊会？俾晒啲积分我啊！最重要的一樣嘢咧，一個環節就係我哋嘅至尊會今日正式成立，我好高興啦！咁啊，多謝咁多來賓啦，我哋嗰啲朋友啊，好兄弟姊妹啊，咁我哋一齊邀請佢上台，咁啊，我哋影張大合照好嘛？慶祝我哋至尊會成立好嘛 ？OK， 好 ，OK， 係啦，一齊俾個 number one 啊 ，yeah！Thank you.